Hi guys, welcome back to Two Happy Chef Live Cooking Show. Today we're going to make three dishes, okay? So the first one we have the steamed herbal chicken, and the second dish we have the sambal pomfret, and the third dish we have the stir-fried bean sprout. Okay, now I let mom to introduce the dishes of the day. 来，妈妈，今天妈妈想为我们做些什么菜呢？ 大家好。又是星期天哦。今天我要 蒸一个鸡汤啊，嗯，这个是甘蓬鸡来的哈，好，这边有大红枣，大红枣来看看一下啊，OK，橘子啊，好，我给那橘子，嗯，这个是泡参，好，这个也当龟片，OK，啊，我通通呈现在这边了，一分量一分量啊，嗯，好的，这种鸡都变，我是不懂，一分量一分量啊，这是 干蓬鸡啊，拌制啊，好吃。还有我炒一个素的，没有青炒一个豆芽哈，茄子跟韭菜，韭菜，好像是，不知道什么菜。还有这个小白菜，我来煎来煮三八啊。哦，好吃啊，就这么简单。好的。 Okay, so the first one we have the steamed herbal chicken. Because we have some dates, goji berry, and some possum. Okay, and 冬瓜是什么吗？ 还有。Okay. 一两三片了。好的。 Okay, so for the second dish, we have the sambal pomfret. Okay, we can see some three fish. Fresh one. Ah.好的. And the second, the third one we have the stir fried bean sprout. Okay. So now let's start. 来，妈妈想为我们做些哪一个菜先呢？啊，我一蒸鸡先啊。哎，好好好，来，我们过来这里啊。要不要我弄这个东西先？哦，妈妈要弄一下，等一下。哇，超热，我。OK， 在这里看看大家的 message，Hello Jennifer Chan，很久不见啊。 我们这里也有 Tiffany Ann，Hello afternoon to pretty ladies，Thank you 啊。这里我们有关凤洛啊，谢谢你们啊，还有 Jenny Chung，还有阿嘎大 Chung，我们也有 Jasmine Tan。啊，这个鸡啊。好的。我就把这药材统统 倒进来哈，好，进来，看到吗？有，妈妈可以。啊，可以。这个橘子，嗯，给我，你要补一下哦。哈哈哈哈哈，太忙了。啊，这个是泡参，是渔人参的泡参啊。啊，对对。我从马来西亚带过来的。哦，对，我们从马来西亚拿进来的。这很多是 从马来西亚，我们拿马来西亚拿进来就放在冰橱里面了，所以可以耐久一点。是啊，就简单咯。好，就这么简单。嗯，来，我们过来呀，妈妈。过来了啊。OK，好的。哇，在这里，今天天气特别热，这边。开火啊！好，开始火啊。嗯，这边我少喜欢点盐下去，慢慢一点，慢慢一点啊。 放一点点盐哦。OK, so we're going to steam the chicken now. OK, this is organic chicken. 这个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这边的有机鸡啊，有机鸡。哇！来，我放这个来蒸了啊。好。 这个水已经是热的水哦。嗯，开火了啊。有啊。有。好，我就放水下去蒸了。放一点点水啊，不用太多啊。可以的。好，OK，好。可以喝。嗯。浓啊。嗯。没有。嗯，这个红枣很大力的，我们这个红枣。你过来一下来。在 Costco 买。OK， 好的。 这里我们也有啊 ，Jennifer Chan 说啊，很久没有看到你们直播，不懂今天哦，是下午4点钟啊，星期天 ，OK，、是，已经改了一个星期一天，是啊，最近很忙啊，我啊 ，OK， 还有 Tan Chui Hun， 谢谢啊 ，Good afternoon， 还有 Josephine Wong， 还有 Lily Chan 啊，Jenny Tan 也是说 Good evening 啊 ，Auntie Karen Esther，Thank you。 Lazy Lu 他说 Good afternoon to Happy Chef, very glad to hear your sexy voice again. OK, thank you. OK, Tiffany N 他说 Penang also very hot. 哇，今天这边超热，我看这边不懂有38、39吗？今天太热了。OK, 可是不用急，我们还是一样可以跟大家做这个菜啊。来啊，过后妈妈就想到了这个是对，把这个什么小白菜做这个三白鱼、啊、小小的啦。嗯，好好好。 小小的哈，小小的就够了啦，可以吃就好了，很新鲜哦，大家看一下，好新鲜的，不要嫌弃什么都好，嗯 ，OK，
OK，这里我们有Isabella WK， 她说 Good afternoon， so long never see your mom cooking。 Yeah， now we change to every Sunday at 4 p.m. and only once a week now。 Yes， madam。 OK， 来，我煎一下这个鱼哦。 OK， hold on， 她说 Good afternoon， 好的。 OK， first we're going to fry the fish first， 哎。 所以那边我们已经蒸了那个鸡汤，妈妈放些盐了是吧？刚才一点盐吧，一点点罢了。好，这个鱼我们放盐呢，放一点呢。OK，丹可妮她说，美女阿姨下午好，时间换了有点忘记啊，下午四点了，对呀，星期天下午四点，因为我一周一次而已啊，因为我娘也没有时间去。 去通知你们了，哎呦，整天匆匆忙啊！哎呦，匆忙，每天匆匆忙忙的过日子。不用紧，几个月而已，才看怎么样哈？不懂啊，慢慢来了啊。就一天过一天吧。一天过一天。那大家好吗？大家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情况如何？我们这边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哦。哎，想拿一点薯粉的。 给我好吗？OK， 我们就先把这个鱼煎一下哈。OK， 油这里妈咪妈妈下了一些盐哦。热油还在下呢，粘我都。那个布不要放点进去，好。其实炸鱼怎么放点粉呢？它比较好用的。 小小的鱼啊，蒸也知道怕，煮什么都知道怕了。<笑> OK， 够热。来，我们看星丹哥，你说星期日我有去走走好啊，对呀、啊。现在可以走就走了。啊，还有CS站thank you啊。爱自己多一点了。爱自己多一点。我要老了。哎呀，又来。 现在我先都玩吧，我过来，这样。我放这个煎比较好。好好好。这个火比较轻。好好好。OK， 这里我们有 Alice， 她说 Good afternoon， Auntie Karen， Esther， Happy cooking 啊 ，Thank you 啊。那妈妈今天做了些什么东西？我不是去教会了。OK， 对。一回来吃饱了就睡了一下。 太累了。哎呦，我爱睡了下午啊。对啊，睡一个。对对对。Nanny nap 啊，他们叫做Nanny nap，OK。比较好啊，有睡一下，脑比较有精神。对，Alice还是说，Good afternoon，好的。所以我们也休息去啊，妈妈还没有回去啊，对啊，到现在妈妈被录到这里，录到现在还没有了，还没回啊。I think我看又过多一个新年了。先看怎么样了哦。不要紧的。 我们也不懂事，大家要平安，我孩子通通平安。哎，有做工，有饭吃就好了。好好好，不要要求太多了，现在的行情也不是很好。对吗？对呀。OK， 我们这里有Michelle东，他说来了来了，好了，欢迎欢迎啊！我们在煎一个鱼啊，妈妈在这里也是在蒸一个这个药材鸡哦，在这里你看，抛生，还有。 蛋炒当归，对，四样要排啊。就是这样子的。给阿姨补一下。OK， 谢谢妈妈。阿姨用我多脑啊。对，烦恼。现在讲我准备还没有好，还没有用到脑。Sizzling Lee 啊 ，Thank you， 还有 Lucy Chin 啊 ，Beautiful 啊。Thank you. Josephine Wong 他说现在我们出门都特别小心，不留心哇，10000块就完蛋了。对呀，哇呀，真的不容易啊，10000块很难找哎，我看钱都难找，何况10000。是讲他，他讲他没有钱放款，他要去做电脑嘛。哎呦。
那是怎样？人家人家都开饭了。哎呦，大家还是小心啊，小心啊！不要出啦，遵守规则最好的啦。对啊，遵守规则就没有。他为了要安全，也要不要去定在场馆的。对对对对对，大家小心啊，留意留意啊。还有 Jennifer 这样说，哎，开心就好。 Lucy 劝他说：“我正在读什么？哦，现在我在读一个 childcare 啊 ，childcare course，and another one is hospitality. I'm doing two now at the moment 呢。我现在读这个 照顾小孩子的，还有一个是 hospitality 酒店管理啊，有点像这样子的啦。酒店管理啊。现在读书很便宜啊，所以我才跑去读书啊。还有一个是 cooking的啦，啊，那个慢点，慢点，慢点，还有一个，因为现在不管你读什么课程，政府他们都有津贴你哦，啊，support你们啊，所以我就跑去读书了。OK， Dan Connie 他说我住马来西亚习惯会自己开车哦啊，去澳洲儿子家有车不敢开哦，对，不习惯啊，对对对对，可以学习的，可是这边的车没有这么多啦哦，马来西亚的车比较繁忙，嗯，可以学习的。 我是可以开车，我不要开了，不要，伦伦尊尊啊！<笑>我还变车没这样繁忙了，我还会骑那个摩托车。OK， 在这里我们再看看是张国立，谢谢啊，还有啊 ，Michelle Dong， 哎，谢谢你的 star 哦，谢谢你们啊。还有 Where you coming to Malaysia, my dear sister-in-law? Oh, not yet, not yet. Hopefully next year or soon. I should say soon. I propose. Yeah. Adriana, yep. Thank you. Lincha, 美女妈妈笑好，很久没看你们两母女了，好久没见到妈妈发福了啊！对，不是妈妈而已，妈妈的女儿也是一样。很多还买。 高啦，顶啦，哎呦！<笑>因为啊，其实这次的 lockdown 啊，我们就是习惯了在家里哦，习惯在家里就每次买了一大包小包，就是在家里慢慢的吃，所以你看，这次啊，对它的效果就是这样啊。OK， 那甜品一大堆了，哎呦。OK，Lucy，我玩的有妈妈，可惜啊 ，so tough and busy， 啊，是这样，哎呀，thank you， 妈妈有了，妈妈有。OK。 Bingwa, when you come back to, 就是没这样快啊 ，hopefully 啊。哎 ，Michelle Dong，Hello， 外婆啊，Hello 啊。Hello。还有生肖的啊 ，Good afternoon， 哇，今天我们这里很热闹嘞，哎，谢谢大家。三天嘛。啊，小飞姐，你们住进科丁大学吗？啊，不远啊，大概20分钟离开科丁来。我这个弄烂了。哦，不用紧，妈妈用这个比较好，妈妈，用这个，嗯。 那个小儿科啦，读的啊，读一点，也是多一个，啊，去读啊，对对对对对，那改天想换一下 career 还是什么都好啦，还有一个纸啊，可以进去哦，这边你做工要至少读一点小课程哦，啊，比较好咯，还要主测啊，什么的有一个小课程，我是因为他有 offer 了，快点去读书，OK。 这里我们也有啊，希望我不会 miss 大家的 message 啊。Alice Key 还有福来了，哎，下午好，您家说好好好 ，thank you，就是这样子哦。我们住在这里的日子就是啊，煮一下吃一下又一天了啊。然后明天又去啊做工了，出发了啊。对呀。哎，妹凤也来了啊 ，Good afternoon 啊。这个是。 妈妈的鱼子，妈妈的鱼子，妹子了，这样子先天下了哈，可以吗？慢慢，有，太小啊哈，很容易烂。哦，Lucy，劝他说 ，Can open our childcare center 啊，慢慢来啦，没有这样简单。看怎么样，看怎么样了啊、哦？我也不懂啊，因为我只是想读一个课程来upskill 啊 ，upskill 一下。哎呦，喂，妈妈小心。还很年轻啊，还可以走啊，还有一个喇嘛帮他看头看尾。 哦，看头看尾，哎，好好。还要读就可以读咯。哎，先生，你叫我。OK，就这么的。人生就是这样咯。来，深深六他说孝顺你，他妈妈饿到啊！对。哇哇哇！所以。
存多多食物。就是啊，每次他们一上次他们一讲漏，那我们就快点去买了一大堆的东西放在家里，过后就在家里。是啊，一点 snack 啊，什么都好，哎呀，就是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其实在家里哦，这样子也是很变得一个很享受在家里。你看看这，所以就是啦，就是这样子啦，简单啦，看一下电视，吃下东西，零食这样子咯。是啊。好。嗯。在这里我们也哎 ，Hello 啊，罗秀珍还有 Nancy 啊，哦、oh, ，Long time 啊 ，No see 啊，对呀、啊，还有刘玉清。因为是想到要一直要出去买啊，也是很麻烦，所以我们就一次过就买了多一点了，妈妈啊、哦，嗯，啊，就是这样子了，不要紧啦，吃的是补啦，对，不要暴饮暴吃啦 ，OK 啦 ，OK 啦，嗯、是可以，哎，好，哎，中国什么只要有限量版了哈，妈妈做限量版，当然我们找不到第二个了，像我们这么圆的，这么圆圆的又可爱的 ，OK。Jennifer 驾驶很快就会开，是不是妈妈说的是开车是吗？开模。Jennifer 驾驶说很快就会开。哦、oh, ，我们他是说 border 上我们的 border 啊，希望希望啦。OK，Petco、okay, 他说 Good afternoon to Happy Chef，Nice to see you again 啊 ，Hello 啊。对呀、啊，我们也是很开心，虽然现在只是一个星期跟大家见面一次，可是也是 OK 啦。我们也是很期待了哦。我们的 name 是什么呢 ？Happy。Happy Chef 吗、啊、？OK OK。我们 name 都写了要 Happy 的嘛，不期待些什么？你们有看我们也开心。对呀、啊。看我们也 support 谢谢你们，对呀、啊、对呀、啊，大家、啊、谢谢啊。我们就是这样，不要求太多。简简单单啊。简简单单。对呀、啊，Lilian就哎，美女妈妈就好好的。先香一点哦。嗯，来来来看看看我的鱼。就是这样子、啊，没有放粉啦、啊，还是见到金黄这样子咯。这个也是，不用给妈妈。米趣还说：“妈妈，美丽下午好，哎，谢谢你们的爱心啊。”嗯。那大家看了我们这个节目，有没有学到一些，或者是有没有看试试看我们的这种菜肴呢？我们是很简单的啦。什么？对啊。嗯、okay, Pekka, so what are we cooking? So today we have the steamed herbal chicken, okay? And now mom is cooking the fish with sambal later, okay? 我一只鸡我蒸两次，懂吗？哦、oh, ，okay。一个是咸鸡。哦，咸鸡妈妈刚刚蒸好了啦。啊，一个是药材鸡。嗯。然后明天我要忙了，不得空啊煮啊，我煮遍啦。这个很小只而已啊，这个鸡并不大只，这个干蹦鸡啊，大家看看。嗯就是妈妈放很多很多的盐了、啊、所以就是什么蒸咸鸡 啊, 咸鸡啊配白饭是还有小辣椒一流了顶呱呱 OK 随便啦、啊、随便可以吃就好了哈、啊、嗯我要求太高了嗯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我妈妈好热哦热我很热对呀、啊、对的那火炉那不热的对呀、啊OK， 谢谢你们啊，我们的 Mutual 啊，谢谢，还有 Ceiling Come 啊，森森六他说，妈妈在那边安全马来西亚，哎呀，指数又在升高了，对呀、啊，大家有看到吗？我们都有看到马来西亚的新闻了。有一零多了啦，嗯，那天下到一零多，又飙了，嗯，又飙上了。对呀、啊，大家还是注意要小心，对呀、啊，要顾住安全啦，没办法啦，嗯。还有世界很还有很多国家也是这样，也是很，他们也是。香港也是落到了，香港。嗯。不简单哦。OK， 米奇他说妈妈好可爱，哎、对呀、啊，还有丹公你说、啊、在家里有吃零食啊，消化力慢，选择晚上喝一包 Enzyme， 哇，对呀、啊，果汁哈、哦，第二天就清清了，因为爱吃辣椒啊，对对对对，好好好，还有修鹅蛋啊，美女妈妈下午好的，还有丹公你 Thank you 啊，哦，是这辆车是客家咸鸡妈妈。哦，不懂什么鸡了，我妈妈说是咸鸡，可是不懂是什么鸡。因为我告诉你，这个鸡是过年买的，哦、年啊要过年那几天买，那个礼拜我买的。哦，对，我们放戒冰了。啊，就没有去吃它，人家之前都巴西了，我今天都忙做工。我今天哎呀，煮掉它了。哎，好好好。再留了啦。对呀、啊，对呀、啊。
Okay, back close. Today your mom looks so happy. Yeah, yeah. Okay, she is. Every day I'm happy. Every day. 你看她讲, every day. Oh. No, today. Every day I'm happy. No. Okay, 好好好。 还有 Lina Anna-Lim, Hello, 美女妈妈, 你们好, 周末快乐是啊, 好的, 谢谢啊, happy, 还有 Mitchell, 啊。 还有 Yu-Yu, 啊, good afternoon. 啊, 妈妈的鱼炸得怎么样? 可以了,不要太浓了,再太浓就。 都没有肉吃了，OK了。OK，先给一哎，两位母小，好的 ，Thank you 哈。熟了就好了哈。嗯。开心就好了。Hey Lee Kim Eng 啊 ，Hello， greeting from Japan 啊。Oh, okay, hello. To mother and daughter team 啊 ，have not been following you from some time. Oh, hello, welcome back, welcome back. 嗯，谢谢你们。Hi Connie Boon， 他讲 Good afternoon to Happy Chef, Happy cooking 啊 ，Thank you 啊。 还有这个熊光蛋，他说他流口水了，哎，这个鱼很新鲜哦。没有跟你们说，哎，来来来，你们要看我们的 like 啊，从我你找 Happy Chef， 就那边有一百多只啊，差不多零九啊，零八零九只了。嗯，在之前的美食比较OK 了，都不错了 ，OK 了啊。后来我就煮比较简单一点了，哎，好好好，因为。 因为我是，因为我的也忙的要，忙了忙了啊！他刚才讲，我还没准备，不懂啊，要煮什么？我们该吃就是有点尴尬不？我要煮这个还讲不要煮这个，我要煮那个还讲不要，啊，吃到咸了懂吗？那所以我很难搞，我这个 manager 啊，很难服侍的哎。因为整天吃那个味道也是，怕了啊。 OK， 我太好吃吗？哎，妈妈煮的辣椒，这个我们是之前煮好的辣椒，太好吃了。还有安诺 ，Hello 啊，还有 Shelly， 看看一下 Shelly Fu 啊 ，Hello 啊 ，Jenny Tan， 哎 ，Andy Carol so cute 啊，林佳说妈妈很细心煮了。OK，没有喽，哇，妈妈现在什么都来了，老阿妈了喽。OK OK， 你们听啊，她说的啊 ，OK， 我看到人家70多岁还这么美啊。 这么健康，哦，太羡慕了，太羡慕了。我们就吃到健康，我们是吃到营养过剩那种。好命哦。OK， 雪莉夫人，哎，白菜鱼哪里买的？请问哦，我们在这个好像是我在 99 Seafood 买的哦，在这个唐人杂货店啊，他卖很多，海参、鲍鱼，对对 ，99 Seafood 买的，很好吃哦。 它的海参了，哎，你不如。对呀，还有煎鸡翼，他说炸的很美哦，哇，不错嘞，不错嘞。等下我们要放一点辣椒在上面呢。嗯，因为。我放酸干啦。哎，好好。给我 lemon 的 lemon 的吗 ？lemon 啊，对。然后我放了一点糖，点盐。嗯，好吃，好吃。lemon 一点点酱油。好。就很好吃。喂，美味，美味。OK， 这个 salmon 只是材料很简单，只有两样东西，就是辣椒干跟这个大葱，大家拿去 blend 哦。 就煮得很浓缩，就可以很好用了。大家煮什么都可以用。我没有煮太重口味的，对对对，我们这比较简单，简单简单的哦。对呀，我这些东西通通婆婆她的婆婆，哎，她婆婆是爸爸人来的，对呀，纯爸爸人，她的公公婆婆啊，外公外婆，纯爸爸人来的，嗯，正宗爸爸人来的。OK， 罗先生，thank you啊，不要太多香料的煮。 很重口味，那些吃到你的鱼都没有鱼的味道，是你的虾没有虾的味道。对哇，就是这样子，把这个放在上面，哎，好的啊，就是这样哦，大家看。剪一下。好。这个你放，有大葱跟这个辣椒酱，嗯，放点酸干，点糖，一点盐，就很美味了。不要什么很大堆一大堆，因为我不要，不做了。我们这边也难买哦。因为什么人都不会。 那卖，你在讲话，就是这样简单啊，好的豆芽，好，那我们再看看大家一下啊。 啊，希望大家说妈妈很用心哦，世上只有妈妈好哦 ，OK，Thank you，Thank you， 都是很好的。Jenny 他说哈哈，没话过，say hello， 很久不见啊，没话过。OK， Nancy Jin， 还有 Ho 他说 nice color，Thank you 啊 ，Lucy 他说 yummy 哦，对呀，我们做东西又简单又好棒了，味道哎，对呀，都对了，这样倒水，好好。
99 Seafood 在哪里？哦，不是 99 Seafood 在这个Canningwell 这里哦。其实可以去到很多这种唐人的超市里面呢、啊，都可以买到这种鱼了哈。嗯、开火了哈，在 Canningwell 啊 ，OK。好，看到吗？这些汤的哦，来来来，哦、哇，不是真的啊，不是来包的、啊。哇，你们看到味道啊，这些红枣大大的，非常的甜、哦，非常甜啊。非常好棒哇！我给我这个渣窝补一下哦。哎、我渣窝太操劳了。你们看，你们看，哇哇哇！有包参，有当归，有红枣，好棒嘞！非常滋补哦。对呀、啊。久久一次老妹有整天。哎，太滚住了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是，它马来西亚是买得到这种这样大大粒的这个红枣啊。啊，红枣。来看看一下，很新鲜哦，好大粒哦，好像什么水、啊。这个是妈妈的煎的，好油。嗯。哦，我才放在这里啊。东西捧给我煮一下的。哦，妈妈忘记关煤气吗？刚才。啊，没有，有啊。我开这边了。OK，、那边还在蒸呢、哦。豆芽来给我炒一下。现在炒豆芽。OK，、来第三个菜哦。所以我们买了。啊，没有，妈妈说 OK 了，谢谢你啊，林书金啊，还有秀恩等啊，新加坡 Hello 啊，狗菜，这个是清炒哈 ，OK， 这个是 try 吧，这个 simple stir fry 这个，这狗菜是我自种的哦，啊，对，老了，不吃又老了，不吃又老，对，简单啦、啊，有几条菜啦，太热天气啊，要很多水分来浇，就不需要种了，可是冷一天我就比较种多点菜。好的，来我们看看这里啊。丹坤丽他说：“美女阿姨，今天有去吃点心吗？”啊，今天我们没有啊，今天我们不可以每天吃喽。我很期待去澳洲 Perth 那间点心店啊，小麦特别大力。对啊，我们这里什么都是 XL 的、所以我看我们的菜也是 XL。他在炸那个什么啊？炸什么鱿鱼酥啊？啊，一盘20块啊、这个。哦，没有了，有些地方没有、没有了，不是每一个地方了啊。有些地方有、对啊，谢谢你们啊。可以吃啦，要吃也是可以吃啦。Jenny 但是哇 ，looks really yummy， thank you 哦，还有 Chang Kitty 啊 ，thank you。我们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重点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做出呀，做出最我们最我们也不、不找太多，就是啊什么调味品啊，都是很 basic 很 natural 的啊。不要，我不吃那东西。对，我不买那些账。OK， 好，因为我们老人家，对呀、要健康比较好。好，懂吗？OK， 接下来我们就是做这个简单这个炒这个豆芽，因为昨天我们买了一公斤才1.8块嘞，所以我就买了一包回来，简单的煮一下。对呀、，Simply is good 啊。炒一下就好了哈。Delicious 啊 ，Thank you 啊。先吃哦，快的炒一下就好。好吃的东西，然后是简单的东西，来烹饪的，没有大鱼，每天大虾。Oh my god！ 你看妈妈身体可以承受不了，你不能承受怎么办呢？对呀，注意啊，保重炸鸡哦。你看妈妈。妈妈很坏蛋，你看是真的，我没骗你的。OK， 我也吃了。是了，70岁也要来了哦。我帮你盐，好的，有青盐，要加盐，好盐。盘子有吗？盘子有了，在哪里哦？在这。就是这样子，你看一下一些盐就好了啊，不用加什么东西哦。哎，我一向煮菜我不喜欢太重口味了。对呀、我要喜欢简单的，又快又容易啊。人家吃斋的这样子吃，怎么我们要吃这样重口味呢？对呀、啊。Hello Lim Su， Hello 啊，还有赖杰姑哦，赖杰姑今天来了，哇，好久没看你们斋的哦。有吗？哇，好久没看到你们母女今天煮什么好料啊！你有煮什么了？哦，简单单啊， okay. 我们蒸一个药材鸡啊，炒一个这个现在炒的豆芽哦，还有就是妈妈该煮了一个三包白肠哦。
简单哦。Cecilia 在他说，哎 ，stir fried chive with bean sprout is your favorite 啦。Oh, good, good, good. 这个吃很健康哦。对呀、啊、，Jenny Chu 他说啊 ，Hi mother and daughter cook delicious food and easy to prepare and quick 呀、yeah, 啊。这边有鸡有。我们什么要快刀斩乱麻，知道吗？啊，对，要快要准啊。啊啊，对呀、啊。对，但关键说澳洲的水很贵啊，对呀、啊啊，电水。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很尽量的省水啊，不可以。对对。不可以，不应该花的哪来花？啊，对呀、啊、对，因为这边它很多热天啊。啊。我们不需要花下雨就不要花，就这么也是环保了，其实省水也是环保了、哦、所以它太热天我不种东西了，嗯，要喝很多水来浇，一下浇了它就干掉了。对、哦、太热了，太热了。来妈妈 OK 吗？来，我这样子讲、哦、OK 小心啊，可以吗？可以啊，是妈妈要我帮你啊、就是这样子，简简单单的炒一个豆芽就好。不倒下来，水的，水的。OK， 你忙下来，下来就好。哇，好多哎！今天我们好吃。这菜饱哎。嗯，好。你放我。好了，把水的了。嗯 ，OK。好了，好了。下次我们就来这个啊，这个鸡肉也好了。好了，快了。喂，那个打过来。啊，从我边上。来，工作啊！来，干工作来。打不到嘞。还是另外一个好了，好吗？多少钱？三百。好。嗯，干工作来。OK。说火掉啦！啊，我说火了哈。好。好了，这个鸡我是放烧水嘞。烧水来蒸，烧水来下。嗯，对呀、啊、，Hello， 就是你们啊，谢谢你们啊 ，Hello 啊。哎 ，Serena 都还说哎 ，Your simply is nice 啦 ，That's right 啦，来看看、哦、你们看，蒸到更浓浓的哇！不要太油哦，吃会被烫啊。对了啊，我们就这样子舀上来了，因为很难倒了哦。是热腾腾的。OK， 蛋糕那时候很大的，几个人用餐哦。今天刚好，等下我们有我的同事了，很久以前的同事，他们会来我们家里，是印度人来的哦。啊、对对，所以我们煮这个。我们这边呢、啊，餐很多种族的，对啊，日本人、韩国人，啊 ，multicultural 啊，对哈。洋人，所以我们等下会还我等下也是刚刚做了一个蛋糕给他们了、啊，所以他来看我了。所以我们就煮一些简单的饭给他们吃吧。当我女儿是女儿这样的。哦，好朋友，好朋友，他也是很老了，六十多岁哦。很我以前的同事哈、啊嗯，就是这样。来，我倒过来，可以倒吗？很烧哦。哎呦，你，妈妈以为他是铁手一样。你灌溉。啊，小心！哇，这个鸡好漂亮嘞。Alice Key 他说 ，Healthy and delicious food。哇 ，Look at that。嗯，这个，哦，好烫，好烫，小心妈妈。刚刚好，一碗啊。嗯，蒸半个钟头都够了啊。对呀、啊，我们有一些鱼，等下我们还要煮多一样菜了，等下节目过后，啊。会炒个粿条啊，蛋糕什么的。啊，对呀、啊。啊，我们有煮饭的了。看煮饭 okay, 一点饭也是可以。嗯。OK。哦，好棒哦，棒棒棒棒，很重哎。大家等我们一分钟哎。嗯。好神奇啊！哦，好的，来，我们过来哎。对呀、啊，要小心啊！谢谢啊 ，Lucy。OK， 我们过来这里哈。嗯嗯，好棒好棒，先简单的三样菜就是好的。妈妈的花可以拿过来一些吗？像矮人的那个。等下我弄，等下我弄啊。给大家看看，像我刚我们做的这个，等下可以拿过来一下吗？哇，拿过来，靠近一点。哦，你的 cake 啊，我的 cake 剪掉了，不用剪，等下我再给他啊。这个刚刚我们烘了一个这个 blueberry 的这个蛋糕来，这个有放 yogurt 在里面的。OK， 等下我才鸡也有，再来招待给我的朋友了。鸡也有，咸鸡也有哇。太好料了，太好料了！哎，妈妈的话，来过来一些，你 hold 一些哈。OK， 就是这样简单，今天我们的三道菜哈、嗯，这个药材鸡，还有这个三八这个小百香，还有炒个芽菜啊，嗯，就是简单。
OK， 希望大家呢，跟大家下个星期天在同样时间，下午四点钟啊，跟大家一起见面，就是这么简单。对对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OK， 我们下星期，哎，来放蛋糕在这里给大家看看下，下个星期见了。OK， 拜拜、啊。OK，See、okay, you， 拜拜 ，Take care。OK， 拜拜。哎，谢谢 Major 啊，妈妈好棒啊。Oh， start what time？ Start at 4 p.m. OK， see you and done、哦。星期天的下午四点，对呀、啊，每星期下午四点啊。嗯，好的 ，OK， 再见喽，大家，拜拜。拜拜。